面包保护。说了吗你？你要不去说了？三二一，你得说。好好好。唐青最爱吃什么？面包，这个是拒绝。我最爱吃面包。不是，你怎么还会抢答了？三二一。牛排。他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喜欢。对，没有特别喜欢，就是牛排还行。给什么反正都。1岁9个月。这个挺难过的是。你现在实际上来讲已经不是9个月，10个月了。没有，没到。你就快2岁了。快2岁了。你这是你知晓的。一年。啊？结婚。第几年？就领证吗？哦，那2016年你领证，到今年1年啊。6/18。啊，6/18，对对对。所以是谁？我是6/19。